原标题：罗马帝国竟是毁灭于中国的两次军事行动。罗马帝国横跨亚欧非三洲，疆域连绵万里，传承一千年多年，和希腊一起被称为西方文明的元首。罗马帝国在公元四世纪左右分裂成西罗马和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东罗马帝国亡于1453年。有趣的是，两大帝国的灭亡都起源于数万里外中国的两次军事行动。一，西罗马帝国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单于孤言登临汉海今贝加尔湖，后经几代人征伐，逐渐将匈奴赶出了漠北草原，匈奴在中国史上慢慢消失。但数百年后，西迁的匈奴人在水草肥美的乌克兰草原河顿河流域休养生息，实力迅速壮大，建立了匈奴帝国。以南俄罗斯大草原为基地，匈奴帝国对罗马帝国和欧洲诸国发动战争，给欧洲人带来了噩梦。其领袖阿提拉被欧洲人称之为上帝之鞭，欧洲诸国害怕不已，组成了欧洲联军对抗匈奴，结果两败俱伤。戏剧性的是，在匈奴帝国强大的压力下，哥特人西迁进攻日耳曼人，日耳曼人打不过哥特人，只能南下进攻依然奄奄一息的西罗马帝国。在内忧外患中，西罗马帝国这个巨人就此倒下。二，东罗马帝国唐贞观四年，唐太宗以突厥进攻河西为借口，拜战神李靖为大将军，尉迟恭、苏定方为副将，领十万唐国精锐，兵分六路，剿灭突厥。在李靖的带领下，唐军势如破竹，突厥军溃散，被歼万余人，被俘男女十余万。协力可汗对唐军擒获珍珠可汗疑难，也上表表示归顺。通过这次战役，唐帝国疆域扩大至阴山以北600里，势力范北达贝加尔湖。唐帝国并没有停下脚步，我们实现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历史梦想，继续向西扩张，攻伐西突厥，于公元657年彻底将突厥人赶出了中亚草原。在其地设安西都护府，唐帝国疆域由此横跨数万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可汗帝国。和匈奴人一样，在唐帝国的征伐下，突厥人也进行了西迁，虽然打不过汉唐铁骑，但这些能征善战的游牧部族在西边却势如破竹。西迁的突厥人于1299年正式建立后世闻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453年攻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灭亡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罗马文明彻底画上了句号。罗马和突厥的恩怨去远未结束，自诩东罗马帝国东正教正统传人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甚至一直延续到今日。世事变迁，昔日盛极一时令诸国战栗的罗马帝国、匈奴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成了过往云烟，只有东方那个名为华夏的古老国度，在静默的岁月中一如往昔，古老的炎黄血脉和汉唐之魂甚乎那座名叫长安的大城传承至今，只不过与之逐鹿的变成了一个在北美的国度。千年之后又会是谁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